老少都适合，省油、大空间、低底盘，上下出入都方便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我是花坛 SUM 永春汽车的阿乔，今天要跟大家推荐我身旁这一台2022年的 Toyota Sienta， 它是 1.8 单边的电动侧滑门的版本。那这一台 Sienta 呢，通过我们验车认证，全车原版件，除了还有新车的保固之外，也有我们 SUM 的2年50,000公里的五大保固哦。看一下这台 Sienta 外观，首先我觉得这个灯具是蛮好看的，这个灯具我个人喜欢喜爱。再来，来到侧边前门的部分，就是 Moment 的 IT， 这边则是车侧的盲点。来看一下所谓的出入上下都方便的低底盘以及开口很大的上车空间。继续往后，我们不管是要搬货或是什么行李，非常合用的大空间以及低底盘，整理又方便啦。来到我们右侧，注意哦，电动滑门来了，按一下即开启，非常的方便。要关上呢，一样拉一下即关上哦，异常的舒服。那可以看到这一台Sienta外观上非常的漂亮，没什么伤口，没什么伤痕。看一下这台Sienta的内装，首先非常重要，里程保证67,623公里。接下来看一下方向盘，这边呢左右都有这个方向盘快控键，下面这边则是定速的拨杆，后面这边则是它的引擎 push start 按钮。驾驶座的左手边这边哦，这边有防碰撞系统、车道偏移，以及哦，你从驾驶座这边就可以控制你的电动滑门的开关。中间这边则是原厂的主机，下方则是我们的恒温的冷暖空调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先看一下这台车子的气氛。22年的车，保持的非常的不错，这气氛都很不错。来看一下，验车认证合格，并且全车原版件，没有任何符号，透明公开的跟客人讲的车况。阿乔，我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台Sienta。那我们永春汽车呢，专营五门小车、四门轿车、休旅车、商用车以及日系的进口车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大家多多按赞。买车估车来永春，就打给英万的永春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